就这支队伍跟你们吹上天了的队伍，风打鹰大客，最近在剑卫的舞台上，对面是灭掉了几乎我们能想到的所有副战队伍。我先看一下对面的阵容标不标配啊？地府女儿化生大唐女拔木标配的，用的是剑卫阵容。这场被观战方大客有些许机会，我说的是观战方有些许机会。上来先立盾防御圈，女拔木先叫牛不叫蛇，下一回再叫蛇。牛冷却八回合，蛇冷却六回合。这支国标队伍最近打国标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兄弟们。这个箭头我是不会长拉拉开来的，因为长拉拉开来的话是非常挡 PK 的一个行为。一开始的时候我连这个箭头动都不会去动它，直接路满。观战方还是一样打法，起真君显灵，这样拼观战方很难赢了，兄弟们，因为对面是国标点杀队，他肯定是会放倒观战方林伯成的。挪个去啊，月月 OK。 看这场拼观战方能不能拿下吧。三林伯成的青青河边草我得记录一下，不然下次我就会忘记。青青河边草，好了，这样子的话下次我们如果再看见有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起来。你刚说什么了吗？我没有看见，不好意思啊。欢迎阿豪，看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 PK 能给我们打出来什么样的效果。正常观战方应该是赢不了的，兄弟们，这场 PK 但也不见得就赢不了。咦，好，对面确定打法没有错误，选择的也是最佳的，点的是观战方凌波，但是没有看到小死亡，有无间地狱大死亡倒地两个回合，先让你倒两个回合大死亡也是一样的。到底赢得了赢不了的我怎么知道啊，兄弟。不是色气气，你信不信我把公屏拉出来？你刚刚是发了什么？你发的东西就是你不理我，发的东西就是你不理我。让我怎么理你？我理你什么？不知道，兄弟，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。只要能够撑过观战方的三板斧，对面应该就赢了。你觉得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你？10月2号风云，我看一下记录，兄弟啊，尾号是7866。
和大哥的六六发小。三牛哥，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的，早就不是了。你多久没看了呀？你是有多久没看了？一线福战，观战方照打照灭，照样赢。客气，你发公屏吧，兄弟。欢迎看清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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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明天如果有什么一线的福战队伍，兄弟们，有一线的福战队伍打 PK 了，记得跟我说。就是打华山了的那种。听我吹上牛的天，吹上天牛皮的天。完了，这个队伍竟然被观战方灭掉了，太难得了，真的是。弹幕红包记得参与一下，点关注才能不迷路哦。我们再切一场，时间够啊。三年没回来了是吧？那还说个屁。鱼岛肯定打，鱼岛用什么阵容打呢？就那四叔的花果山，然后再带一个花果山，再带一个花果山，那样子打法吗？但今天不是打得不好吗？不是今天打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吗？